今年八月下旬，台南两名警察执勤的时阵，不幸过往期，突然讲面对着突发的状况，阿边那处理。台南市府有那举办这啊环境创伤急救的教育训练，讲第一个时间呐会晓做一挂这机会的创伤的急救，其实对着抢救真有帮助。在台南市消防局各级救护员教导之下，来演习的上百位员警，大位拢是真认真地学习指挥创伤急救的知识。对，然后拉过来变成这样嘛，啊，是不是刚刚这一条在上面的？好，用这一条再打在这一条上面，再打回来。就是因为今年八月台南发生警察遭受到攻击殉职的事件，面对突发的状况的时阵，家己救甲救人拢相当的重要。台南市府是跨局出来合作，举办员警创伤急救教育训练。这包含了基本的包扎及加压止血，另外对于严重外伤，四肢使用止血带，头颈躯干使用我们的止血纱布的填塞止血，都包括在课程里面。那初步我们针对于100位的员警哦，做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。因为前几天前韩国梨泰院意外，台南市长吴怡婷也表示，大量的伤患伤心，到场的警方也赶紧呼救，现场有急救知识的民众来协助，凸显急救的推广的重要。而员警在执勤的时阵，阁有可能拄到小拍或者是歹人攻击，都快协助处理伤患。急救的教育课程有伊的必要性。卫生局近期也会阁再买指挥纱布、指挥带，配合专车的巡逻车，为未来做准备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